女神杜拜援交女郎。ほんま役立たずや。俺より三つ下ちゃうかな。何決意しよう。我覺得冇乜所謂，而家都咁 open 啊，多一件擺喺屋企咪當裝飾咯，幾得意啊！啲朋友上嚟都可以一齊玩啊。係，我覺得幾得意啊。變態咯，咁我又都有我啦，做咩要個呢個依個公仔做咩啊？變態。唔知道我哋做咩？其實呢啲嘢有咩用咧？有咩玩咧？冇嘢好玩噶。如果佢玩下都 OK 嘅，最好冇俾我知啦。我會唔想睬佢啊？我覺得佢心理變態咯，我會即刻同佢分手咯，我諗。都是分手。哇，今天做完街头访问的 Lucy， 做了差不多访问了九个佬，原来五个都会觉得他又有这一类产品都比较是心理变态，而我觉得就个人喜好，你们会觉得怎么看呢？ Lucy